玩蛋仔的人，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在蛋仔岛摸过鱼啊？伙伴们，如果你们摸过鱼，那么你们先这样，再这样。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摸到的最大的鱼有多大啊？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说，他们摸到的鱼最大的是，快看，黄金河豚，它竟然比蛋仔岛上摩天轮的车厢还要大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说，蛋仔岛中喷泉里最大的鱼是黄金河豚。伙伴，错，大错特错，黄金河豚不是最大的鱼。黄金河豚不是最大的鱼。对了，伙伴们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摸到过黄金河豚吗？如果你们摸到过黄金河豚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听说只有1%的蛋仔才摸到过黄金河豚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我们的蛋仔岛中竟然隐藏着一个比蛋仔岛摩天轮还要大的鱼啊！蛋仔岛上居然有一个比摩天轮还要大的鱼，非常非常巨大的鲸鱼。伙伴，注意看，这个鱼从蛋仔岛的空中出现，它竟然比蛋仔岛的摩天轮还要大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这才是蛋仔岛最大的鱼，一个大鲸鱼，你们知道了吧？只会在晚上出没。